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我们今天继续玩王者荣耀体验服啊。刚才还想运这个大乔，大乔就被禁了。体验服只能打排位，这个很坑。好不容易升到钻石了，那个又不想把它给弄掉了，对吧？在铂金段位你还可以抢一下大乔玩，但是这个钻石段位上面的征召模式就很不好抢。举报谁呀？宝方挑选英雄。哎呀，刚才是我选吗？我刚才没选啊。钻人太少了，玩毛线！有猫娘？什么是猫娘？挑选英雄，不玩去正式湖。刚才我又不小心搞错了，我这边用不知火舞吧。这几天非常喜欢用不知火舞这种感觉啊。其实有心花木兰也不错嘞。对面选什么啊？对面选杨戬。我这边到底是选这个好呢，还是选花木兰不会用啊？关键是，虽然说是新花木兰，但我不太会用啊。哎呀，这个出装还忘记开了，进来太快啊，太急了。正湖的上面不是有可以禁止四个人吗？这边才禁止两个人，对吧？哎，其实我挺想玩大乔的，体验湖也就周末匹配会快的，像那个周一啊什么的，以后就工作日的时间，基本是很难匹配到啊。对面有刘备，两个射手那面。两个射手，这时候就挺怕那个。不过对方没有刺客，没有刺客倒是不用太担心，但是就是麻烦就麻烦这个杨戬啊，杨戬还有钟馗，这个容易勾我。我还是按照我自己那套原先计算的那套出装吧。就是先出血书嘛，然后后面出鞋子，再出一些法杖。蔡文姬身为一个奶妈，听说蔡文姬是取代那个杨玉环对吧？本来杨玉环是要出的，然后后面由于种种原因就改成了蔡文姬，要不然杨玉环那么好看的啊，我还想要。只是有杨玉环的支持，那个时候却没有体验服，体验服还是在挺慢才有的。以前也不知道体验服去哪里申请，这个真是个问题，现在也改掉了。这个体验服有的时候也是不稳定啊，网络没有好像没有正服那么好一点。哇，完了！诸葛亮他的被动技能怎么飞得那么快啊？几下子，两下子，才几秒钟，五个又恢复起来了。刚才没把那个诸葛亮给禁了，真是亏大了。刚才，开路的时候忘记掉禁了，本来是我叫禁的，我竟然不知道禁人。就是有点懵，不过没事啊，慢慢会保护回来的。
你我就不相信你还会那么快啊！没有兵线的情况下啊，他不可能一下子把技能全部飞起来，被动技能开起来。这体验壶确实有一点点卡，下午玩正壶的时候也不会这么卡。这么快就开始打暴君了。他哪里有人我们去哪里支援嘛，啊，个人单挑有点难防，见人就捅。但是我们先去把中路的这个诸葛亮报仇一下。你这个控制是信号就只有一格啦。都不知道怎么搞的。他们去打黄忠，黄忠在那里跑来跑去没反应。哎呦，你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，还想躲躲我的扇子啊。中路我就过来一下而已啊，中路他就被他们打通了一下，中路塔就被拆掉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Go! 哎呦，好痛！我操！怎么一下子三杀都出来了？诸葛亮怎么这么变态？干死他！总算是替我报仇了一下。这虎牙 TV 这叫什么呢？选蔡文姬？虎虎，真是虎虎。打财位蔡文姬的感觉还是挺少的啊，毕竟这个辅助英雄没有大乔还有孙膑那么有热门一点吧。现在如果大乔28号出的话，应该是可以替代孙膑的啊。上去一下，他可能躲在草丛里面回城。哎，果然猜对了啊！我猜的没错，他肯定会躲在草丛里面啊。这体验壶确实稍微卡一点，没有流畅度，没有正壶那么流畅啊。打两下翻滚，人家就有点卡。你看，幸好有的时候时不时就还你啊！上路这么猖狂啊，把我们一个一个的拆掉啊！让你烂蛋！哎，有补血，赶紧补一下啊！好痛！先把炮兵解决掉啊！哎，射中的那个诸葛亮，好。开大了，在塔下开大，我们暂时不理他。
我去，暴力这么伤害，这么高，哎，给我补血，哥，加错了，加错了，加错技能了。跑这里危险，还是走吧。开始撤退。哎，出砖出错了，圣杯。等一下清出鞋子再出滑杖。你就会画面就会这边延迟一下，快跑快跑快跑，就这么一下很容易出问题的呀。刘备你冲这么快干嘛？靠，这刘这诸葛亮好贱。真的很卡，你看这信号时不时的就是半格一格的，真的真的没法打。这把我又要挂了。上路塔呀，有没有人关注一下？我去，这才打了几分钟啊，塔就被人推光了。哦，我操，这么卡怎么打？太卡了，我靠，卡的我自己都不知道在什么位置。这个，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操，这个我卡的连动作都不一样了，这个协调上打不来。看一下是不是网络问题。这打得好憋屈啊。看上他就算随便推接近出了，我看这把又要输了。网络极贼卡呀。又被诸葛亮锁住了。谁说谁不会出装？哎呀，主要是这个网络真心太卡，我放回来试一下。换一个啊。不应该这么菜啊，这赢的啊，还是这么卡。
那不是网络问题，应该是他的服务器问题。下午玩的那个正湖都没问题。打主宰去！我去，奶妈三杀有没有搞错？宫本过来啊！他没血。好，主宰宰掉了。想推我吗？开始撤退。我靠！这伤害够爆表的，这个不要。点位，还想单挑？我操，这么快！我经济怎么一下子垫底了？这把真不好打，匹配半天匹配不到人，匹配到的话又感觉不好，所以说这然后又没有新英雄对吧，又想玩大乔吧又玩不到，也只能等到28号政府上线，上线的时候直接去印金币买就好。几次没抓到这个诸葛亮，还好最后一把扇子扇掉了，扇死他了啊！这把没打好，主要是网络有的时候不是很给力啊，特别前期啊，是吧？这打的就没那么好，这一波倒是可以把他们塔推掉一些。
这个华藏出王，他要再出一个冰脉吧，我看一下对面有没有出看魔的，有，诸葛亮也出了个看魔的。好，中路直接把他推掉了。当然，这样子下来的话，还是有赢的希望。只要他们再团灭一波，他们基本也是，反正双方都谁都承受不起，最后谁再团灭一波啊？战争危险地带啊！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这一波他们危险啦！请求集合，请求集合。看，还有一个诸葛亮啊，不，还有个黄忠是吧？架起个炮塔，等你几分钟吧。一波啊！完了完了，被盯住了，要远离他，远离他。集合，进攻暴君。哎，我先把调一下吧。就差那么一点点啊！刚才，请求集合，被钟馗给吸住了。嗯，别跑，别跑。被吸住了。我横冲转，横冲直转过去，就是为了拆散他们的塔。我的牺牲还是值得的嘛，对吧？这波我们助攻都很多啊。这下对面要哭了啊！他打得这么好，居然还愿意被我们逆袭了。前面我还以为这一把就挂了。好吧，又聊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